民以食为天呐，啊，食以安为先嘛。所以说，消费者的健康啊，对我们这个生产者来讲，我们的责任是比较重大一点。邱大哥的本地公哩，做无毒的农业瓦固啊，就是为什么当初会想要都不用？哦，今年第五年了，今年第五年了。那我一开始从事农业啊，就做那个无毒跟有机。是为什么会想要？因为我本身对农药也是很排斥啦，有过敏。然后就说也考虑到这个食安的问题啦。我所有的农作物都是做无毒，除了有机认证以外啦，其他都是无毒。芒果要做有机哦，几乎不可能了，但是要做无毒的话，还可以的，只是困难度也是蛮高的。这澳洲芒果有啥咪特色？哦，本身吼叶皮吼较高，较耐储存。它的肉质很细腻，甜度是跟一般的芒果差不多啦，但是它的香味比较浓。那帝王路茶哈，一起下工哦，全世界最好吃的芒果啦，这不是我讲的啦，大家都说。老农溪无毒农场的芒果，请上Superbuy购买。